们现在去塔拉。塔拉。塔拉公园。现在前面是吧？前面是去波威的海关，过了桥就海关了。他们这种当地人随便让走过去的。还是我介绍一下这个，每年夏天的九月份或者八月份啊，都会有这个音乐节。这个城市有，塞班有很多，八月份很多自己城市有自己的音乐节。包括我们那天房间找不到那个城市，它是以粉红为主题的。因为爱情锁的发源地嘛。爱情锁的对。对，那天我们不是晚上找不到房间嘛。那个叫什么名字了？那个叫，中文一下考不起来了。维勒克巴尼。什么中文我记不冷清了。然后我们一路是往塔拉走。好的。我们刚拉了个搭车的人，然后大家一会儿可以看看他有多大了。他14岁，1.85米。因为爸是1.85米，他爸爸1.85米，他妈1.75米。都很高。所以随便长1.9米。这平均身高得有多少？塞维亚平均身高就是这个身高，1.85米、1.84米。平均身高1.84米。对，他是足球运动员训练的。八年级，初几啊？初高一啊？初二。八年级，有没有吓到？他是去哪里？去？他前面那个镇子。他们经常这样出门就是打车吗？打车的。这也方便嘛？有公交车。他说有是有，但是很少，又比较迟，比较慢。这样难的话也快一点。你塞班也愿意搭车的，很少。一般的话，正常的在塞班都属于正常的。所以有些因为公交车达不到的路线，然后就这样搭车，有时候也可以带两个。对。这边反正治安都很好，所以无所谓。经常性也可以，如果自己觉得不方便那你就别打。像我们因为容易了解嘛，你就一聊也要看面相，你看着小孩子，我所以搭上来。真的长得很凶的我也不搭了。他们这边小孩多大就会有车？18岁。那是自己买吗？还是家里会给？这边跟中国一样，父母也会帮助小孩子。他们也有学校，对对对。那要上是吧？要去爸爸吗？要去我上面当我爷爷了，国庭哪个睡觉呢？当我上面，摩天当我上面，都要去骂了呢。哎呀，又是大龙大龙。他还要在前面，我们把中间放下一些。他到这边来玩？不是，他有学校这里，可能是上学。足球训练之类的东西。他是练足球的嘛？这里可能有球场。塞尔维亚的足球怎么样？塞尔维亚足球。你怎么知道的？我查了，网球、足球都很厉害。篮球、水球，几大球都是蛮牛的，因为体质好。现在水球一直保持世界第一，篮球可以跟美国人拼。足球呢，我们2018年进入那个世界杯了。但是第一场赢了，第二场跟那个瑞士，然后裁判帮。门明显的搬掉，然后没进16强，本来是应该觉得能进16强。他们体质好，而且球星很多，也在全世界联赛比。有个在富力啊，还是在广州一个球队，塞尔维亚头号球星，2000万美金转会。他们足球资源很丰富，体质好。我今天那个我们合作小屋的主人，那个他儿子就是。不是搞体育的，他是搞体育相关的体能训练师、营养师吧。然后这种其实中国是最缺的，因为均衡的饮食，跟那个日上那个时尚这块要做的话，这种基础才能上来。不光是一个球员，它是一个系统。那像那样的，如果说到中国的话，那要费用高吗？因为首先如果一个适应期的话，中国是免签嘛。对他们对我们免签，我们也对他免签。我常常跟塞班人开玩笑说，这才是最牛的，因为中国没有几个国家会让几个国家到中国免签的。给我们中国免签不奇怪，现在给塞班免签，这是很厉害的一个事情。他们现在明白了，去中国太方便了。他们如果是免签了，包括面试啊什么这些都比较容易嘛。那后期他们要求也没那么高，
现在的话拿个基本工资1500-2000元，他们就非常开心了。而且在北上广这个城市，现在去北京去那个上海的就很多赛段、他们觉得比美国纽约还要好。那应该有很多，因为他英语也 OK 啊，就是去教英语应该也很多人，很棒，很多人差不多现在去年就我知道大概数据有5000的塞维亚，就是年轻人英语很好的、因为他的那个学历都高嘛，英语也好、都在国内教小学呢，还是5000名，有5000个的、好像都在上海附近，是有专门的公司在做这个事情，有，但可能进了好几手，后期我们可以这方面的把这人才聚集起来，是人力资源这边人还是蛮聪明的。他们结婚什么时候结啊？一般他们结婚都比较迟、多谈几次恋爱先、我认识很多朋友都30几岁才结婚、一个是觉得自己经济条件还没到的话，他们都不愿意去结婚、所以塞人的生育率蛮低的，就压力大嘛，因为工作确实不好找、所以也没办法。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2000多年留下了一些东西，这个不是一个单体的世界文化，包括波黑、包括克罗地亚，包括黑山，就是在几千年前就有人居住了，而且保存下来、这个整个体系是一个成为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多处联合起来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有没有个名字？到时候波黑会有的更突出一点，我到波黑拍、这边我们就到了粘河，哇，就是年龄的年，对，好多人啊，那边没有停车，看不懂。好，我们现在是到塔拉公园脚下了，在后面就是塔拉公园。然后，塔拉公园是一座山吗？然后这个是粘河。对，这个是粘河。为什么叫粘河呢？就是它总长就多少？365米，刚好契合一年。啊，你要算闰年的话，也刚好365。所以它就叫粘河。据说这个水是塔拉公园里面的一个小景色。据说这个水是熔岩里面的，我看是。对啊，所以说这个是很奇怪，已经算了。对，真的就365。就不是说传说的，然后造地还是塞尔维亚人的风格，有个咖啡馆。对。这所有这个地方都住的。在所有美景之下必有咖啡馆。美景之下。走吧，我们去走一下，然后张飞飞无人机。Mrak se skupio u kaprano jutro kao slap. Ulazi u sobu, dal si ikad pitala tamne senke zidova? Ujutro gde odu, oči su ti sklopljene, usne su ti umorne. Ne ljubi me njima, nisu čvorci pevali dok je iznad krovova svirala tišina.程度都不是特别的厉害，然后像那个河州小屋，因为它是私人的，但它那么有名的景致，就是在国家电影杂志非常知名的照片中出现过，但它至今为止都没有商业化的去运作。然后像这个塔拉公园也一样，它都是完全没有收费的，你直接就可以进来。不过这个水真的非常清澈，整个景致搭配起来就觉得很幽静。遇到后面三个很可爱的壮汉正在搞装修。然后
然后他们特别好玩的是，他们做这个的时候，还有之前那个葡萄藤的老爷爷也都是要穿这种背带裤，很可爱，是吧？拜拜。拜拜。